这个吗？这个就是我们最新研发的香荚露啊。香荚露，香荚露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我这就带你去看看，走。一。那是什么？走。这是什么植物啊？这个就是香荚兰啊。香荚兰居然能制作成香荚露？对啊，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，所以导致它的结籽率降得很低，那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 B 级跟 C 级的果荚，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果荚制作成纯露，研发出新的产品这样子。那可以带我去看看香荚露的制作过程吗？好啊，那我带你去看看。好。就是我们在研发香荚露的秘密基地。那接下来我就会请这位同学来帮你解释。首先第一个步骤呢是杀青，杀青的目的就是为了软化果皮，激活酵素。第二个步骤，将果荚放入烘箱内进行发酵。第三个步骤，进行蒸馏，利用高温将拍作已转化的香草醛释放出来，经过冷凝附着在小水滴上，最后再全部收集起来，就是纯露。香草荚利用蒸馏制成香荚露，可以产生香草荚迷人香气，可运用在公共场所等其他地方。这不仅提高消费者购买意愿的需求之外，更能提高农产品附加价值及增加经济收入来源，是个有潜力的产品。Thank you.